真难哇，确实是这个气质，比较高冷一点感觉啊。说了哇塞，美颜有点重了，怎么不有那种拉拉发际线？哇，加加这个大波浪，中规中矩吧？哇，蔡徐坤这个蛮好看的，就是有那种80年代港风的感觉。这是姚晨，哇！姚晨，你在看采访，千万不要留长发，相信我，很违和，就那种金刚芭比。哎，我自己。我相信其实这个氛围感比较足，哇，两个，哇塞，两个真的是韩国女团的感觉，哇，元豪，妈呀，这真的不是王祖贤老师吗？照也挺好看的，哇塞，为什么在别人的脸上抠了一个照样出来啊？为什么这么对照样？我不配。